四个大闸蟹的蟹黄全部给到一起来。好，那北北。好，今天我们在凯宾斯基吃一个晚餐自助啊，我们刚刚游玩有空腹来吃的，四一八一位六岁以下免费，看看能不能一个人吃回一家人。先说，有预定的。啊，五点多已经这么多人了。我的天呐！好，那我们老规矩啊，先看有什么。他一进来这边有个酒柜啊，这个如果说给我唱歌的话，那我今天肯定能赚。 先看一下区域啊，这边全部都是蒸的，然后这边是热菜，中间是刺身区，然后这边是所有的水果，我们拿点西瓜，生蚝，桌子蟹可以啊，寿司、竹沸的大闸蟹呢，磷虾啊，各种的奶酪、鹅肝，这里吃的椰子，然后这个就是小朋友最爱的区域了，爆米花了、糖，还有油炸的，然后这小朋友自己给自己拿的，对不对？猪蹄、烤肠、羊排，这边全部都处理干净的，说这些，啊，这个还是比较细节的，然后它是黄酒局，然后这个是饮料区啊。 各种的果酒，这边还有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，接着就是他家的甜品台了。他家甜品台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老样子啊，每个来一份奶油泡芙，冰淇淋。哎呀，不得了，还有惠灵顿的呢，来一份尝一下啊，惠灵顿，看看好了。这三个都是现煎的，先拿这个，你都啥拿啥。好，谢谢。太棒了。然后这边的小海鲜啊，都是养在里面，然后现场煮的，三重口味，还有冬阴功的。这个是烤好的鹅肝，来一份，再备搞两个，来一个，四个。 M现场会有切火腿啊，它有卤味的，来一点。这些是加到面里面的，我要多要。糟虾、大闸蟹，好，这两盘撒到一点。这是我的第一轮啊，先吃一点海鲜啊，这是小朋友吃的，已经吃了一半了。先把啤酒给满上。哎，海鲜配酒啊，出门拐着走。最饿的时候呢，先来一碗米粉。再备。 三倍，哎呀，这小黄鱼，我把这个惠灵顿给尝一下啊，这切的好薄啊，还不错哎，酥皮的黄油味很重的啊，很香。旁边的羊肉、羊腿，这是小朋友拿的第二轮，小朋友和妈妈，还拿了点西瓜水果，好吃吗？ 我又点了一份啊，今天把它变一下，我们变海鲜面好吧？哎，上去，哎，再来个糟虾，完美的海鲜面，黄酒煮的是兔子蟹，哇，贼爽，好嫩呐，兔子蟹，吃兔子蟹也太实了吧，老婆，那我跟你说啊，全是肉，这碗海鲜面也不算海鲜面，呵呵这个泡芙里面是夹冰淇淋的，然后对半切，然后再夹。 夹一个冰淇淋哦，这肯定很好吃。这一个是派送的蛋糕，小朋友已经收尾工作了啊，一份甜品，再一个泡芙，还有一个冰淇淋。那个老规矩啊，要吃的到时候爸爸全部上面，行吗？嗯，这是他们送上来榴莲芝士蛋糕。嗯，怪不得他要派送，他榴莲和芝士全部都很纯。赞，这个好赞，沾一下蟹素。嗯，简直美滋滋啊！ 我们来梭子蟹了啊！我好实啊，因为视频篇幅啊，所以我吃腿的镜头就全部剪光了啊。最后一个，不虚的啊，7:17，他梭子蟹还是放满的，大闸蟹也挺多的，是比较实在的。对，这羊排可以搞一点，拿两个，和国猪蹄搞一点，小黄瓜来一点解解腻，然后串肠又搞两个，鸡肉串搞一个，好，谢谢。 搞点沙拉，发现这个醋没见过，放点醋试试。我的第二轮啊，蔬菜再搞一点肉吃，肉要趁热啊，趁热吃。这羊肉还是有点柴啊，香肠还行。这个是那个德国猪肘，外面那一层晒的时间太久了，有点干。来感受一下它的羊排。 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今天推过来的，也就是它的外派都很不错，榴莲芝士、惠灵顿、羊腿肉都很棒。这个羊排的品质，我觉得还算不错了。应该是慢慢吃，饭我爆娃，西瓜想吃吗？西瓜，不要，不、哦，动作很诚实嘛，问问他不要的。我吃剩的四个大闸蟹，二三，哇，很大哎，而且它洗得很干净，这点比较好。 很少，但很实，你看，是吧？
蟹醋来一勺。哇，四个大闸蟹的蟹黄全部给到一起了，我们来一下。太爽了，哇，真的太爽了。咱们蟹腿等会慢慢啃啊。最后一份蔬菜沙拉，就刚才那个醋啊，就是我们平时吃沙拉经常会闻到的味道，原来就是这个醋，很独特的。最后小朋友剩了一点甜品啊，我最想吃这个，这应该是芝士、榴莲，和它甜品真的都还不错啊。它两个一般，这个就很一般了，这是布丁吧？外面已经没人了。只能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趁早，因为小朋友两个都不用钱，三胜一负，但是我觉得总账负。